大家以为刚才那个全家就是你家呢，是一次就好了，其实不是。有一个故事呢，就说一个画风筝的老师傅，他只画了一笔呢，风筝的线呢就画的曲线很漂亮。师傅，然后人家说你画这个线只画了一秒吗？这个老先生说不是，我画了50年才能画出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大家看到好像一次 OK， 其实不。有一天呢，讲这一句呢，大概已经6、7年有了。3、2、1，全家就是你家。现在随时都可以很完美，除了灌油。哎，其实你刚刚余光没有看到，其实刚刚就谁最大声？哎呀，完全不知道你要喊谁，就是你家说话的。太好，一镜到底哦，会成功，这边不用考虑。好，阿信首长，对。你总最大。你这样子的话，等下笑不简洁，一镜到底。全家就是你家。直接再来一个，来。走。不要简洁，不要简洁。全家就是你家。好，看 ，OK 吧。整齐嘛，非常整齐，又练了6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拿手一点，对不对？要好快，谢谢马姐。马姐最近呢，心都用在奶红身上。假的，你们都没有啊？你吃醋了，吃醋了，真的都不理五月天了。乱讲，都只拍奶红的 MV。那是2年前的，2年前，记仇记到现在。好，等下有美味的鸡腿饭。不，今天我要自己下厨。不用，对我们今天不用买便当。OK， 够你吃了，够我吃啊！可是你不吃白饭的。今天是鸡腿饭，这谁还要吃鸡腿的？吃鸡腿的是你哦。真的呀，我是不小心的，不是我，是客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啦，石头就清心寡欲 ，OK。对对对对对，白饭也有美味的，对，就给我一直吃白饭。这里面跟外面的温度真的差太多了，里面大概就是火炉吧，对啊。好，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不怕热的。像石头，甚至还有一点心寒的感觉。不过我不知道他心寒是为了什么心寒。等下再好好的问他。真的很心寒，石头，加油！
天是2011年的5月5号，今天发生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，就是我刚才吃了我这一生中吃的最好吃的一只鸡腿，真的很震撼，真的。